来牛来牛来牛，叫叫叫，上到下一位，叫叫叫。为因的声音都会当感受到气势，今仔日是五日节。彰化縣政府邀请台中以及南投的縣市政府团队做伙来高雄村，借着这个活动，希望会当促进縣市之间的交流。天公作美，给我们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。那游鹿港庆端阳呢？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十大观光节庆活动之一，已经连续举办了有37年。那我们今年呢？有国际龙舟赛啊，高达13个国家114支队伍参加，还有我们中部县市首长以及议会的友谊赛。除了管旗监护的团队参赛，有嘉宾王彩华带领的生技公司也组队参加，也佫有彰化上有名的花样时代美少女也成立代表队参加竞赛，大家做伙来高雄村，做伙感受五日节的气氛。代表我们这个我们欧弟升级，就是我代言的这个黑木耳产品，然后呢他们也要来这个比赛一下，所以呢我今天呢，这是我出生到现在第一次要来当这个夺标手，所以呢我非常的开心，而且呢我们的三太子啊被来过动动，然后我想呢今天呢我们两个来叫 Bobby 欧点一定会得第一，你说对不对？已经连续举办37年的鹿港高雄准比赛，在中台湾三县市政府代表队以及民众年年拢热情参与之下，比赛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。这次也有114个队伍报名参加比赛，希望高雄准这个传统会当继续传落去。记者吴一麦采访报道。